声优，因为我最近在学韩文。我亲爱的老公 Jerry。现在三年半前某一个发呆的时刻，老天爷帮助我在Tinder上面滑向了你。这一瞬间的动作开启从未想象过的旅程，而我们也就这样创造属于我们的风景，来到这里。真的酸甜苦辣，一起度过，一起陪伴彼此换工作，一起尝试重训龙舟，一起认识彼此生命中的所有的好朋友，此刻真的很幸福。我要和你一起住进我们的房子，一起去看极光，一起去非洲看我最爱的长颈鹿，不用再去木栅动物园。非常照的人，今天如果有比较早到场的人，应该可以看到他顶着全妆，然后在那边指挥东指挥西。Hello， 你今天是新郎好吗？你在干嘛？你要享受你今天的这个日子。一个水做的男孩，他是我看过这世界上最单纯、最温暖、最温柔、细心又善良的 Water Boy。常常我在想，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一个白马王子的出现，然后来好好照顾我这个好朋友呢？直到 Jerry 的出现，我就知道是他了。就是这是一个献给 Jerry 老公的一个小彩蛋，因为他很喜欢陈绮贞。就像是亲口对他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用尽所有美好梦想，就算和别人相拥，已经在等家动作。一段非常美好的收获，在无数个下班的夜晚，他会用他非常专业的 HR 经验跟我探讨各种职涯的发展以及团队组织的可能性。只能说买一送一就是爽啊！我自己的婚姻经验来讲，我觉得其实两个人相似。固然可以相处得很好，可是两个人的互补，你的冷静与热情会让你们看到更广大的世界。我相信在场的亲友都跟我一样为你们开心跟骄傲，希望你们记得今天的承诺，一起走过未来的酸甜苦辣。恭喜你们。生活近距离的观察，我从他们的眼神当中看见他们幸福与坚定的眼神。愿你们的未来陪相伴的日子是小日子累积的点点甜蜜，是彼此遮风挡雨的扶持，是成为对方成长的养分。无论你们人生未来的每一个阶段，我们永不缺席。
对我跟 Kevin 来说，你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朋友，谢谢你们把今天留下来给我们见证这一刻。亲爱的先生，我一直觉得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人，我很感性，而你很有条理，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不一样，因为有你，我好像也可以用不同的心态和角度去看事情和挑战。同志的身份让我从小认为婚姻是偶像剧公主和王子才可以拥有的幸福。还记得交往初期，你有说过你的补习班老师有预言说你交往的第三个人就会结婚。哎，好巧不巧，我的是第三个人。也感谢你在面对争执后，你总是释出善意，给我台阶走下来。谈恋爱能不止，如果要走上婚姻，要更多的沟通与互补。这点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真的很棒了。执子之手，白头偕老，这是个老派的话语，但此时却是最能表达我的心愿。你的真心跟善良是我想要守护一辈子的事，在你的眼睛里我看见了光。余生漫漫，执子之手，我会学习成为一位好的先生。这辈子让我们一起留下很多感动的回忆。